老师，消化不良就是因为这个手术本身的问题，因为这种手术把贲门切掉了，那么同时由于淋巴结的清扫和这个切除的范围，那么破坏了这个解剖的关系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迷走神经切断，迷走神经切断以后，它胃肠的蠕动功能不行了，另外它的这个胃肠道的吸收是很差的。所以说，许多病人来都感觉到消瘦，时候吃的饭量很可以，但是就是消瘦。主要的问题就是迷走神经切断以后的吸收不行，消化道吸收功能差。我们就是指导，生活指导是主要的。那么少量多餐，用点消化药、胃动力药、胃肠动力药，还有这些消化的一些药，你像多酶片呀、胃酶合剂啊这些，那么改善它的营养状况。